伞面铺在半圆形的伞架上，伞的后半部变成披风状，不用手拿，直接背在身上。拉紧，这样就可以。整支披风杯伞重量只有1公斤，穿脱超方便。购买的民众说，这样不论是要骑车还是在太阳底下工作都可以，很舒服。 而且头不会很闷。火红的太阳高高挂，温度动不动就飙破30度，真的好热。民众出个门，外套、雨伞、手套通通不离身，但全身包紧紧又热又闷。于是就有业者研发披风杯伞，大面积的遮挡阳光，号称可以让身体热气从头到背自然散热。你看整个垂直面。 这样子完全晒不到太阳。背着这么一大顶真的会比较凉吗？实际拿温度计来测，下午2点多，室外温度高达34度。如果将温度计拿到伞下，正面实测结果是33度，而背面则是32度，与毫无遮蔽的情况相比，差了1到2度。很凉，又可以化妆。 不会当农妇。其实除了防晒杯伞，另外还有人想到在机车上面加装罩篷，不只能够挡阳光，还可以遮雨。车体是不能随便来做加擅自来做加装。如果任意加装的话，是可以处罚。 防晒招数百百种，不论是防晒杯伞还是罩篷，民众要使用前得先了解法规，不然为了防晒吃上罚单，实在是划不来。记者陈梦辉彰化采访报道。